今日，霉霉泰勒·斯威夫特在社交网站发文，希望各位粉丝都能在家里居家隔离，不要外出，尽量注意安全。各位，我一直都有在网上关注你们，我非常爱你们。我需要表达我的担忧，我担心现在事情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，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时刻。但我们现在需要做的，就是为社会牺牲我们的娱乐性。